OK， 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现在在特斯拉的一个店里边，刚才在外面走的时候呢，保安告诉我是不允许用我这个大相机拍的。而今天呢，主要是跟妮娜逛个街。OK， 妮娜，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是应你的要求来喽。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喷泉，但是保安真的很过分，他说我不能用这个相机拍，说用手机可以。我说那手机用拍不是一个效果吗？他说、我也不知道，对，很不理解，看你不顺眼。主要是我穿上这个衣服 YouTube。为什么来这个地方？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 Glendale Galleria， 然后这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 shopping center 吧，就是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，因为特别有怀旧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很惬意的一个逛街的地方。然后我刚才简单逛了一下这边，我会发现这边的商业繁华程度呢还是很高的，因为这边有苹果店，有健身房，有电影院，著名的店都在这边。然后有时候那里会有乐队，有爵士乐队在那里现场演奏，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就是这里的环境氛围还是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来了，然后他也来了。这是我告诉他要来的。对，然后看看保安来了没有。Oh my god，不好吗？不好。我觉得挺适合你吗？不要了。走吧。女生一来逛街呢，就一下钻到衣服店里了，我只好陪着她看一看。$119，税后大概130喽。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妮娜呢发现了一件很不错，一下就买了。后来呢又发现另外一件，就感觉又不错，然后她就又犹豫了，就是换来换去，最后反正还是没有换。有点航拍的感觉。Going up。哦，这是停车场。哦。我们还在上。这边呢，他说有那种非常奢华的公寓可以出租，我们过来看看有多少钱，应该看不到。好了，我们迷路了。对啊，它只是广告而已。这边是停车场来的。什么感觉？这个 two bedroom 都没有我那时候住的贵，但是我那时候住的特别惨。我那时候住的 apartment 超级超级旧，然后还超级超级贵，而且还超级超级怎么说呢，小。然后这个地方离当趟很近，对吧？这个地方离当趟不塞车的话，开车30分钟。OK， 就是在我对面这个公寓呢，两室啊，两个卫就是两个房间，可能是一个厅嘛。它最贵要租到$4,600，然后看了一下额外的停车位，什么保险金、押金啊什么的，还得再交点，估计就$5,000一个月，估计35,000一个月人民币。所以在美国生活，但你这他这是 luxury apartment 不一样。对，它是奢侈的。什么样奢侈的？看对面好不好？这就是奢侈的。就是主要是它的地段好，就主要是它在 shopping mall 上面，所以它贵。这
真的很方便。平常不会这么，就是就你下来你就可以逛街了，那它当然贵了，这里地价多贵啊。对啊，对啊。Gallery， 干嘛？你还拿这个？真的想租啊？没有，我有个盼头哈。不是，你要是租，你分租就不会很贵啊。对。就是你跟其他人一起 share 的话是不会很贵，因为你如果一个人租一个 studio 的话，就是你一个人承担，所以这个好处。小孩子捐了一块钱，出来街头卖艺，有勇气，勇气可嘉。不管他拉的好不好，我觉得勇气可嘉，真好。Nina， 今天过得怎么样呢？很好啊，买了东西，花了钱，也不错啊。你过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所以怎么样是不可以？我觉得吧，就是每天过得不一样就挺好的。像今天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因为来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来过的地方，然后跟你逛了逛街，看到那边的特斯拉的车，然后又被 security 然后骂了半天，觉得还是蛮精彩的今天。所以你今天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感想？心得就是今天呢，我跟妮娜其实体验了一下她那个正常上班的一个周末闲暇时光，像我身后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做正常人很好，挺好的。什么叫正常人？你是说普通人呢？正常人你不正常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我选择的事情是没有假期的。对，你做的事情就不平凡，我做的事情就很平凡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觉得现在应该请他吃顿饭吧。他嘴这个人不会说话，你看这么久不见，情商还是没有进步。我已经不想评价你了，就你就运气好碰到我这样不介意情商的朋友，对吧？是吧？大家觉得呢？你不用问了，你不用问了，你就认了吧。啊，不行，不能还用问吗？这个还用问吗？这个太尴尬了，我们要先停止一下了。不尴尬，这很尴尬吗？情商低就情商低嘛，要勇敢承认自己的缺点，对吧？对吧？来，我们说一下你有什么优点。我好像没有什么优点。你同学，你有什么优点啊？要大胆承认自己的缺点，也要大胆认识自己的优点。还要想半天。我们吃饭再聊吧。就这么定了。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其实一直在观察周围的那个保安有没有来，好像没有来。好吧，走吧，吃饭。Let's go。我跟妮娜呢约了一个中餐，我们去那边吃一下。之前在加拿大呢，我特别喜欢吃的是台湾简餐，然后这边呢似乎也找了一家类似于台湾简餐的地方。OK， 我吃在这边。开始规划前往5100 York Boulevard 的路线。感觉今天啊过了点小快，可能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路上，然后见面呢又很艰难，取车什么的，一天24小时，7个小时睡觉，3个小时吃饭，其余也没多少时间让我们
真的静下来做点事儿了。今天周末，但是有点感觉不是那么放松，就有点小小的赶路的感觉。这个地方超难停车，我已经绕了四圈了。妮娜可能已经先到了，赶紧过去。What the hell？ 非常的不幸运啊！我们开到这边之后呢，根本就没有找那个店，网上的信息已经太旧了。来了之后，本来是中餐嘛，一下变成了一个蛋糕坊，郁闷吗？郁闷。换地方。树上很多小花儿。有吗？有啊。啊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我的车可是从温哥华直接开过来了，里面都没有清洗，这十几天了已经。对。所以你要忍受一下了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自己觉得脏。对，我要先谦虚一点。自己知道脏了。你看啊，就只允许男生情商高。女生高不高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情商低吗？我情商低吗？挺高的，比你高吧？至少比你高吧？我去！哎呀，小李，我的门儿啊！小心啊！对不起。使劲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它会卡住。太高了。因为。我们太重了，就我们一坐上车，这个门就开始往下陷，然后，哇，你这车上没办法，这回不要靠谱了啊，一定要找到了。这家我吃过，不会错的。开过去20分钟。开过去，等一下。哇，我想吃凉妈妈家。可以啊，能去吗？在哪？你想吃台湾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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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会读这个字。啊？你呢？什么什么村菜？眷村菜吗？那你就当台湾眷村菜。在哪儿？我没吃过，万一地址又不对怎么办？我觉得没那么巧，那试一下吧。吃一个没吃过的，就大家也要相信我。是梁妈妈，我吃过，但是洛杉矶的没有吃过。去任何一个地方吃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，哪怕不合胃口，尝试一下。走吧 ，Let's go。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等一下。刚才我们找了一家，太绕了，整个绕一大圈，所以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。乌冬面吃不吃？日餐？嗯，可以啊。这样你想吃什么咱就去。我想吃有汤的东西。汤面的是吧？对。你家附近有汤面吗？有。想不想吃？都说我想吃汤面了，你又怎么又问一遍？附近去吃好了。终于可以定下来了。我把地址发给你啊。嗯。日本店。可以，挺好。乌冬汤面。哎，那韩国你不想吃吗？嗯，我找餐厅的能力有限。你要找得到的话，你找。洛杉矶有韩餐有什么好吃的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嗯，我知道的地方不在我家附近。问你个问题哦。嗯。你在下雨天开着一辆车，然后呢，你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，然后这个公共汽车站有三个人，一个呢
是你的梦中情人，这是第一个人。第二个人是曾经救过，就是帮了你的老，帮过你的老朋友。第二个人，然后第三个人是一个重病的老太太。你的车上只能载一个人，你会载谁？这个是一个考验人的答案，这个考验人的问题。其实这个选哪个都有问题，我觉得，但必须选一个是吗？你怎么做？你会怎么做？你可能会把那个重病老太太接上，先给她送医院。想知道答案吗？有人是这么回答的，就是说，把车钥匙给老朋友，让老朋友载老太太去医院，然后，他陪女朋友等车，梦中情人等车，等公交车，这个回答很好吧？是。但是什么？但是自己的车是不可以给外人开的，因为保险不包，也是违法的。其实，哎呀，你这个毁了，毁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来吃这个碗托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搅一搅吃，然后特别好吃。我们山西的一个特色菜，我一看到了，尝一尝。今天带队人过来。来。原来你是山西人啊？对啊。我一直都。不了解，对，真不了解。今天了解了，以后会越来越了解。来，别搅了，吃吧。就是搅均匀啊。我给个小碗。加辣椒。这不就是凉皮吗？我也是西北的人。我是。好吃吗？吃吧，我饿死了。好吃吗？山西人。山西人好吃吗？评价一下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家，我们山西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炒面，叫过油肉炒面。一般是用猪肉、洋葱，当然放点这个葱了啊，加木耳，再加这个辣椒，炒水。但这个辣椒是我今天让它。特意加了，平时是没有这种比较辣辣椒。对，挺辣的，但挺好吃的。但真的很好吃。另外，这个确实好吃。这个酱我觉得。这个叫碗托，你知道这个碗托吗？以前在我们那边卖零食，就是放学的时候1.5块一碗，当时我一下至少吃三碗，而当时我是很穷的哦，我可以愿意吃三碗，你想我多好吃。难怪。我觉得这里面的木耳很好吃。是吗？我觉得它放木耳很香。但是各位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，这个碗托呢不太容易消化，所以这个其实最好不要多吃，尝一尝就好。就这个吗？不是特别，因为它那个。怪不得我觉得黏黏的，它所以它不是，因为它跟凉皮好像材质不太一样。完全不是一样。山西人你怎么也不知道？山西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做饭吗？咱负责吃就行。来，你这个山西人不太专业呀、来，牛肉面，尝一尝。不过这牛肉面啊，说句实话，做的不好。你都没吃吗？来，你试试。这叫不能以外表。全都是葱，来你尝尝来。我是兰州人，所以呢，喜欢吃兰州拉面。对于牛肉面，我最有。这个发言权啊，你还放辣椒啊？啊，这么一放我就不评价了，因为这个辣椒很刺激肠胃。为什么牛肉面就是要放辣椒啊？不放辣椒叫牛肉面吗？来吧，甘肃人就是吃清汤牛肉面的。这倒是，就是
我对牛肉面的要求还是很高。香菜。等一下。行吗？味道有点淡。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真是。战斗力不行哦。这我是在帮谁吃？你看看，为了不剩，打包。是不是太近了？你知道笑什么？我觉得这东西好重哦，而且我看不到，我现在看不到能拍到什么，就感觉。不知道我的脸在不在镜头？挺好，这个真的在镜头里吗？刚才那个太大了。好了，吃饱喝足了，今天也告一段落了。然后期间呢，跟妮娜聊了很多，日后呢有一些坏毛病要改一改。没什么坏毛病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对，你也忘了吧？是吧？我没有在听你说话，我在专心的对焦。这四种对焦，你用你专心对吗？没有啊，这个还是需要对一下的，有时候它不会对准。好，今天吃的挺好，走，我去买单了。谢谢老板。OK， 各位吃饱喝足了。怎么着，明天要上班了？拜拜。行，祝妮娜明天上班愉快。拜拜。下次再见。拜拜拜拜，走了。